啊，小助理也来，哪个？毛蛋哟，毛蛋，我同学哥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，上来呗，上来跟我同学哥打个招呼。好的。腾威哥，好久不见啊，腾威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现在那个毛蛋他属于幕后了啊，升级了，幕后了，售后那个去放歌去了啊。对，我腾威哥现在，你们想吃大闸蟹的可以给我腾威哥点点关注啊，腾威哥，腾威哥，那眼睛戴的挺酷的，腾威哥。我靠，这老几今天刷这么多老几，感谢我腾威哥啊。腾威哥，那螃蟹给我寄了吗？螃蟹给我寄了吗？我明天那个直播间里现场吃啊。螃蟹还有吗？大鹏、啊，谢我人生哥啊啊！谢我人生哥，我是最想念的人。腾威哥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失恋了吗？是不是又失恋了？怎么搞？今天有点冲动啊！等一下，你刷完躲被子里，不要哭啊！我不管啊，我可不管啊！笑笑我就笑，来给我来一首那个开心一点的歌，然后你再找好不好？给我来一首《干了这一口》。不要哭，我不管啊！扛得了吗你？扛不扛得了？来。压一首开心的歌啊，送给大家，送给我徒弟啊。你等一下，这个我不是放伴奏的。为什么你不是放伴奏呢？啊？看什么 PK？ 等一下，我要今天晚上是不是应该 PK 大网红啊？是不是？他现在在不在？我要搂他。请把我的歌。请把所有烦恼都放下，我愿意为你付出所有努力啊，哪怕走遍世界都不怕。请把你的爱统统都给我吧，让我听到你热情回答。小酒撑起来，配两个小菜，三言两语处处是无天。给我同学哥点点关注，丹江哥在不在？在连麦。请把你的歌都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热情回答。小酒撑起来，配两个小菜，三言两语处处是无天。谢我腾威哥，腾威哥别刷了，腾威哥，腾威哥你不要刷了，刷太多了，这整不好，你今天晚上塘里面的蟹都得卖完呀。谢我腾威哥，感谢我腾威哥，我鹏哥，鹏哥，家们你们给腾威哥点点关注啊，我要一瓶冰红茶，冰的。越冰越好，心里有火啊！
我那个同学哥，你要喝点水压压压压啊，压压啊。谁？没有那些一线超 PK 主播吗？我要挑战他们。全部都在连麦。带节奏，身材有没有开？没开。三江那边带节奏，小的不打。来，家人们全部去三江哥直播间带一波节奏，华姐找，揉他。对，全部我要挑战 PK 一线主播，那小的我都不打，我也要逼呢。我同学哥，你心里是不是有火啊？冰红茶你喝不喝？冰红茶喝不喝？打 PK 又可，我现在在找三江，让家人们去三江的直播间。三江今天也没人啊，三江今天也没人啊，就今天怎么了？今天限流吗？喝是吧？我喂你，呵呵，摇不摇的？管不管？走出相思的困惑，来，全部到三江，哇，三江直播间里爆屏了呀！来，家人们，全部去三江哥的直播间，花姐早，唱歌好听，你说我？全部撑起来。那新歌你还没听？我刚跟你说了，新歌明天晚上六点钟啊，我且。明天的新歌叫《无情的街，孤单的夜》啊，我自己作词作曲啊。我同学哥，明天的歌我自己作词作曲啊。我自己的歌，明天下午就会发段子，好听，真好听。其实我今天就可以发段子预热，是不是毛丹？对，是不是马上可以？可以，那我先把它发了。哦，我鹏哥，把我那个手机拿过来，我把段子发一下，然后明天让他们打榜，让他们先听一小部分，好不好？我先发上去，然后你们去帮我点赞啊！我这个时候去发啊，因为它是晚上的歌啊，因为它是抒情的歌。他们那边我现在发好，家人们你们去点赞哈。完了，标题没写。发出去了吗？来，家人们，我们点点赞啊，点点小红心，分享一下直播间，把免费的人气票丢出来。我腾辉哥肯定喜欢这一首歌啊，对，他明天上线的那一首肯定喜欢。腾辉哥，标题我就写标题写什么呢？朋友腾辉哥，我说我有故事，你有酒吗？啊，可以吗？我有故事，你有酒吗？花姐的新歌啊。家人们先把小账账点到200万，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忙分享一下直播间哈，加快手速，点点赞，来，家人们一起跟着步伐一起点，发新歌了啊，小账账搂起来，现在是158万，家人们给点到200万，辛苦一下，家人们一起帮忙点点小红心。OK， 搂出去了，搂出去了，家人们抢榜一，给你们送专辑。家人们抢榜一啊！抢家人们全部去评论啊，去评论点赞。我的新歌啊，让你们听一耳朵啊。
然后明天下午6点钟啊，明天下午6点钟啊，这我自己写的歌哦，大家我这几年了第一次写作词作曲啊，家人们，我自己作词作曲啊，然后找得到吗？看到了吗？应该还在审核中吧？啊，我这没看到吗？置顶的第一个段子，有了吗？还没有。看谁能抢到榜一啊！我腾一哥，你就抢榜一，没看到是吧？还没有。他们都退出去了，看了。对，都退出去看。家人们点点赞哦，小红心点到200万。在审核，在审核。还没有，在审核啊。我来抢个榜一算了，666。我有9，你有9，我有故事。我腾一哥听到肯定喜欢听，我要走了，你要去哪？你抹走。你要上哪去？你有了有了，还没有。哎呀，我的妈，好事多磨呀，这是。你要去哪？你要去捞大闸蟹了吗？你要去捞蟹了吗？是不是？拿走拿，不要剩。要对，不许走。你要有事吗？你要有事你就走呗。我靠，这放哪去了？怎么还没出来呢？我靠，那个 DJ 慢死了。你应该是一边直播在发段子的话，他就会慢。应该不是这个样的感觉吧？那不管他了啊，一会儿出来了再告诉你们好不好？三江那边怎么讲？应该是网络不好，那我估计是。同学哥，你真要走了吗？感谢我磊哥，花姐不打皮给我走了，我在等三江。三江又在卖货吗？一天到晚除了卖货还是卖货，真的。家人们，你们明天来我直播间，我卖大闸蟹，你们要不要？要，要不要大闸蟹？明天来我直播间抢大闸蟹，要不要？大唐毅，唐毅在不在？要不要？唐毅在表演吗？打压手在不在？你不是花姐，我不是花姐，我是谁？压手没开播吧？压手没开播吧？大哥欢迎你，等风等雨等，没有人完美是吗？墨迹墨迹，人都没了。有了是吧？来家我们全部去我新歌的段子里面点一下赞，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听啊、哦，家们此时此刻给我这个段子点一下啊，新歌啊，明天晚上6点钟上线啊，我腾一哥你先去听一下耳朵，先去听耳朵，明天晚上6点钟啊，明天晚上6点钟，这首歌的段子啊，无情的街，孤单的夜啊，听到没有，家人们？
此时此刻，明天晚上6点钟啊，6点钟。动。哎呀，花姐你好，花姐。哎、Hello， 南瓜，玩一把。啊。如果能上，改天我给你什么上可以，现在可以，现在不可以，明年应该可以。一听不进。你要不要吃大大闸蟹？哎呀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，花姐姐？花姐你好。我说你要不要吃大闸蟹？哎呀，大闸是吃多了，这个舌头会起泡泡啊，这。舌头会起泡泡。你因为你那大闸蟹不好，你那是很那个塘里面养的。啊、我要吃也是饮水解不了禁渴，是吧？你可以，我们俩这样子，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打过那个。送粉丝一些福利，因为粉丝每天都在支持我们，给我们点赞，给我们点、大哥点关注、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这样子，我们从粉丝团里面挑3名，每个人10只大闸蟹，然后安排给粉丝，敢不敢接这种？那大闸蟹在何方啊？这个大闸蟹，你输了来我这呀，我这有啊。你有啊，你只要给 money， 你只要给 money 我就可以，我可以帮你安排3箱给你的粉丝。您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输了啊、我得去你的直播间拿大闸蟹送给榜上的哥哥姐姐，是不是这个意思、不是，你输了你送给你家粉丝，我输了我送给我家粉丝，但是必须是粉丝团里面的。送多少？3位朋友，30只，1人10只。这个要怎么送呢？抽奖吗？还是送抽奖？抽奖。嗯，抽奖对吧？对，抽奖。我很少搞这个抽奖。那必须得给粉丝送点福利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是不是？下面朋友们是这个意思啊，咱们呢打一场 PK 啊。如果我输了，对吧？咱们呢，我这边呢会送出3份大闸蟹。对。啊、但是呢，要通过抽奖的方式来送。这样加吗？咱们没关注主播的，点个关注，加个灯牌。前提对，加粉丝团。前提条件是要加个粉丝团灯牌。对。好吧。对。然后我数3、2、1，咱们就打大闸蟹，等一下我们来抽，好不好？对，等一下抽。我顶到谁了？是。一看就完了。对，是可以的，花姐。我们打个总票加点赞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现在是我这边赞是1177，你那边是多少？我是148的点赞。可以记一下，鹏哥记一下啊。记一下，帮我记一下，我的点赞是多少？可以。148。可以，我这边是178啊，178。来吧，多少？30，是不是？对，毛蛋就直接开始了。那挂了丛林吧，好吧。打几分钟的？打10分钟的，必须要是粉丝团里面的啊。我知道。OK。挂了，我先说一下，跟家们说一下。还要说吗？直接开始呗。说一下的。关注秦榜石。那个花姐，那直接开始吧，打14分钟的，我信搞吧。好，可以。因为我家新家人多，你知道的。行，那你连过来吧。这个月才涨的家人，好吧？等一下我连你。哎呦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对吧？十分钟的，来放音乐。来，家人们点赞。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点赞，这一把的总数跟点赞了，双击屏幕不要停了，一起戳一戳。家人们扣一波大闸蟹，送大闸蟹，好的。来，家人们扣一波送大闸蟹，点赞，我需要你们的点赞。家人们点赞，打点赞的啊，打点赞。大哥们把血条捞住了，看住了，所有的大哥把血条看住了，然后所有的粉丝，我们点赞点赞，点小心心，点小心心啊，每个人都点小心心，所有的家人们点小心心，只要小心心。感谢我同一个安排大闸蟹，感谢我同一个的大闸蟹。我腾哥点一个关注就有大闸蟹送啊！我
了榜一，是卖大闸蟹养大闸蟹的啊，家人们没点关注的榜一点点关注，今天什么都不要，就给大家送大闸蟹，我跟你说败家了，今天一万五的人啊，家人们继续点赞，我要点赞点赞，家人们点赞，我们是相机哦，他们是手机哦，家人们手机点赞双倍的啊，家人们我们点赞，那个违规不能发啊，违规不能发啊，来家人们 PK 的时候一起点点赞啊，右上角有福袋一起点点赞，你不要打那个送字也不行，大闸蟹也打不出来啊，来家人们我要点赞啊，我需要点赞，家人们他们是双倍的，我们是单倍的啊，家人们我们点打一下打一下打一下小赞赞啊，点一下小赞赞，家人们小赞赞点起来，双击屏幕不要停，家人们现在直播间有一万多人，一起帮帮忙，双击你的屏幕不要停，双击屏幕点赞，家人们点赞啊，左上角有不带哦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点赞 PK 的时候点点赞，这一把打咱们点赞点赞，大哥求的啊，这一把打的是点赞加总数的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点点赞，后面的宝宝帮帮忙点点小红心，点点小红心啊，每个花粉都点小星星，一会儿给你们，一会儿赢了输了我都给你们送30只大闸蟹，想不想吃啊，想不想，想不想吃大闸蟹，家人们想吃大闸蟹赞赞点起来，一会儿我给你们搞30只大闸蟹，家人们一起双击屏幕不要停哦，现在打的 PK 的时候我们一起点点赞，这一把的是打总数还有 PK 点赞哦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点赞啊，家人们把血条守住了啊，我们后面的粉丝点赞，上班族的打工族的都不需要给花姐刷礼物啊，家人们我们只要点赞小星星，只要点赞小星星，只要点赞小星星，家人们有条件的一起帮帮忙众筹，后面的宝宝们一起点点小红心，一会儿给你们吃大闸蟹啊，护花大队加快你们的手速，不要指望我童哥一个人上票，家人们一万五的人啊，继续点赞继续点赞，点赞300万了，家人们继续点，对面多少赞了，家人们继续点啊，继续点，所有的家人们继续点赞，300万了，继续点赞，我们这把打的是赞赞啊，我们这把打的是赞赞啊，家人们这把打的是赞赞啊，打总数还有赞小赞赞啊，家人们总数跟赞赞啊，家人们咱们继续点继续点，300、310、326了，家人们326了，家人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，家人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，辛苦一下啊，辛苦一下，所有支持花的朋友们都帮花点个小心心，家人们一起点点小赞赞，感谢我零度哥，感谢我加快手速，家人们瞄着血条上面点小红心，瞄着血条点小红心，看看会不会双倍，瞄准血条点小红心是双倍的，家人们瞄准血条，谢我丁丁哥，往血条上面点它是双倍的，真的假的，真的真的，你点一下试试，它186、180多一直沉上去了，看到没有啊，对，家人们瞄准血条沉上去，瞄准血条，瞄准血条点，瞄准血条、哦、红色的血条点，咱们继续点啊，继续点点点血条、啊、对，家人们点血条它是双倍的，家人们点一下血条，你们试一下，一起上一上，对，家人们现在是加快的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点血条，瞄全部瞄准血条上面点，瞄准血条上面它是双倍的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，继续点啊，继续点，家人们马上400了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，瞄准红色的，终于知道点赞是多么辛苦、啊、瞄准红色血条，
我终于知道点赞是这么辛苦的。所有的粉丝，我等一下我一定要送你们每个人十只大闸蟹啊！我抽取三名观众啊！真的，我让我同一哥给你们安排啊，一天时间就能到啊，顺丰包邮啊！家人们，他们对面已经要超过我们了，一起帮帮忙！省吃俭用大哥，来个华子呗！点点小，点点血条，家人们点血条，它是双倍的，点血条，全部瞄准血条点，瞄准血条。四百万了，小红心，四百万了啊！叫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四百？哇，这点血疗好像真快啊！对，它这是双倍的哈，一直乘上去啊！咱们点血条啊！家人们全部点血条，点血条它双倍。还有两分钟的时间，一会儿给你们送大闸蟹哈。一会儿给你们送大闸蟹啊，伙计们，伙计们，宝丽金下播了吗？家人们全部瞄准红色血条，瞄准红色血条，点是双倍的，叫做往五百上面冲。家们 PK， 哎，家珍珠，礼物走一走。PK 家珍珠，不要浪费了。有没有大哥家人们？他们对面已经撵上来了，血条他们在动了，他们打家珍珠，一起上。家珍珠，家人们，家珍珠不要浪费了，一起上一上。大妈完了，血条撵上来了啊！家人们，血条撵上来了，他们打加成了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，不要浪费加成。家们五百万了，不要浪费血啊！有没有大哥？有没有冒着的大哥？啊！要要要要要！啊！洋气的人来了没有？外星人大哥，兄弟们都在帮你点赞哦！感谢我同辉哥，我同辉哥。给我同一个点点关注，谢我粉丝怎样大哥，我嘞感谢我同一个，感谢谢我同一个，我再过四年，家人们全部瞄准红色的血条，点点小红心，六百万了，继续往点血血血条压住了啊、哦！家人们点小红心，我、哦、真有大哥呀，我去、啊。继续点赞啊、哦！家人们，继续点赞，人气票，点赞，人气票，点赞，人气票，点赞，人气票。家人们，毛大喊，点赞，人气票，点赞，人气票。来，家人们点赞，点赞，点上红色的血条，家人们一起往上点一点。点赞人气票啊、哦！家人们，我要点赞啊、哦！我给你们送大闸蟹吃。家人们点点血条，双倍的，家人们点血条。我同威哥说给我们送大闸蟹三十只，他们那边多少了？偷打了，偷不了。我说他们那边多少了？账账了？多少？家人们，你们看一下对面多少？他对面多少？还看不到对面。PK 的时候点点赞啊，家人们，点赞了。他们那边怎么样？我姐他们那边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我同一个三十只螃蟹送不送呀，同一个？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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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会儿连他、嗯、直接挂了啊、嗯、他那边多少票？他那边多少票？看不到是吧？他那边，你们去那边看，我们赢了吗？连一下宝丽金，他那边多少票？他那边多少票？一万八的人啊，家人们给让他感谢一下大哥，我一会儿再连他，啊，我一会儿再连他。我们这边，鹏哥，你给不给我们送啊？送的话，我一会儿就抽了。先加入粉丝团啊，先加入他八百多万，我们多少万？我们五百多万是吧？
那点赞我们输了吗？点赞，那他们八百万的话，我们点赞就输了。点赞输了，然后我们的票赢了。对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平局。平局是吧？嗯。啊啊！师傅好，师傅。啊，怎么还没下播呀？我看能不能等你连一下的，看可能给我充点人气的。我这今天人气不太好。我在这边搞大闸蟹呢，一房间，我这个工作室里面被大哥寄了一工作室的大闸蟹。你妈！我们能不能吃一个呀？什么能吃一个？你来拿几箱送给你家粉丝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谢谢师傅，感谢师傅。你那个让他们加个团来给宝丽金点一波关注。等一下，你从团里面抽那个抽几个人？粉丝团里面十级的啊，等一下给他们安排30只大闸蟹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来，全部去对面，啊，全部去对面给宝丽金点一波关注。来，毛丹，来去走去。谢谢家人们。我看等一下，我找这个我粉丝团十级的这个。对，家人们全部瞄准对面进一波人，对面进一波人啊！家人们来给宝丽金点点关注，对面是我的徒弟啊，我的徒弟，全部去对面来，家人们去对面，谢谢，全部去对面给我大徒弟点点关注，谢谢，感谢我师傅的家人们，谢谢呀！到那边扣一波花字啊，家人们到那边扣一波花字，谢谢，感谢，哇，好多花字，好多花，家人们到那边扣一波花字啊。扣一个八字，送个灯牌，加个团。来，都去对面点点关注啊！对面给你们都送大闸蟹了。谢谢。我的妈呀！全部去对面。听到大闸蟹，我都。来，直播间2000人了，再去一波人。来，都冲到5000人。感谢。再去一波。谢谢。家人们，我们每天是那个明花广场啊，这个明花广场啊，6点钟下午6点钟直播。哇塞！感谢啊，谢我同辉哥，感谢同辉哥，感谢。好，把音乐关掉。感谢我辉哥。音乐关掉，音乐关掉。感谢辉哥。啊，家人们，那个宝丽君，你等一下，给他们安排一下啊，那个粉丝加群的十级的啊，啊。OK。行，师傅。行，我走了，我要给我朋友那个粉丝送大闸蟹。谢谢师傅，3000人了，宝丽金直播间3000人了。来，再往对面冲一波，感谢我辉哥，感谢辉哥，谢我辉哥。来，挂了，谢谢，好嘞。哎呀，那个师傅太够意思了，那个，真的是。毛丹，抽一下，来，你给我截个图，截三张图，粉丝团里面的，鹏哥来帮我截，3张图里面的，然后粉丝群十级的，啊，可以，把它拿下来是吧？可以，对准一下啊，抽十张，加们截图啊，截图，然后我给你回关一下啊，回关你一下，然后给你发私信哈，来，1、2、3，有没有十级的？有没有？没有是吧？来，再见。加盟护花大队的也可以啊，护花大队的也可以。来，3、2、1，3、2、1，好 ，OK。我看着哪个名字好，我就念哪个哈。大哥，欢迎你。啊，只宠我一人，送一个给我，只宠我一人，八级。但是只剩我一人，我给你回关了，一会儿给你安排啊。然后我看一下还有谁，再送一个，是小妹吧，小妹护花啊，小妹护花，还有一个金龙哥啊，这几个人给他安排啊。你们三位朋友啊，小妹一个啊，还有小妹一个，只剩我一个人，还有金龙哥啊，一会儿给我地址就可以了啊，一会儿给我地址就可以了啊。我们送你们大闸蟹不收任何费用的啊，对，邮费也不要。对，邮费是我们自己安排啊，听到没有？来，那我连一下南瓜。腾一哥要破费30只大闸蟹了啊，腾一哥。
辉哥走了吧。亲妈我的歌，哎，你们给我新歌的段子点赞了吗？再连是吧？好，等一下的，送送送，我一会儿肯定送。我是直播间经常弄这些送给粉丝啊，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粉丝一直为我干活，真的。刚刚南瓜说送前榜三，我觉得那样是不公平的，因为粉丝才是最累的，对吧，家人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大哥嘛，那想上的榜太容易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说呢，我要送给我的粉丝，是吧？因为粉丝给我们点赞，粉丝给我们大哥点关注，所以说他们很辛苦，这样才公平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小妹啊，小妹，你等一下联系我姐啊，联系我姐，然后让毛蛋拉个群，然后你给我们地址哈。还有金龙哥，还有只宠我一人，你们三个人啊。明天晚上如果腾辉哥还来的话，我还给你们送，好不好 ？O 不 OK？ 啊，我的新歌的段子现在多少赞了？家人们给我第一个置顶的段子啊，现在是33000的啊，1900的点赞，家人们，对准这个段子帮我点一波小红心，好不好？然后帮我评论一下新歌真好听，好不好？明天晚上6点上线啊，家人们，明天晚上6点上线，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。多少我都送。你要把大大姐送完了之后，你把我跟毛蛋也送了吧，行不行？送不完，送不完，怎么可能送得完，对吧？咱们喜欢吃大闸蟹的哦，同学哥，你不要乱送啊，你不要乱送，找到我才给送，知道吗？找到你那边不要给送，因为粉丝太多了，知不知道？要找到我，我让你安排，你才安排。不然的话粉丝太多了，我们送不完，真的。你那个壶里面的大闸蟹全送完了，我跟你说粉丝也不够用，真的真的不够用，因为我粉丝太多了，全网几千万粉丝，我不单单有抖音1000多万，我还有其他平台也是1000多万的粉丝，知道吧？整个互联网我有好几千万的粉丝，所以说呢，知道吧？不能乱送啊，不能乱送啊，听到没有？因为我送了才靠谱，知道吗？我已经充了三个啊，这三个人其中的每个人都会给你点关注，知道吧？如果好吃的话他们会去找你的，知道吗？新歌听了吗？同一哥好不好听，是不是你的菜？我来唱首歌吧，好不好？唱首歌啊，你们想听什么歌？三个人，我都没吃到呢。腾辉哥，阳澄大闸蟹吗？啊，他是那个叫什么呢？不是阳澄湖大闸蟹，他是盛仔家的那个塘，盛仔家的那个塘里面的大闸蟹，他和盛仔是一个地方的。对，他跟盛仔在马鞍山。新歌好听吗？新歌不能唱呀，还没出来呢。我唱一首《情歌虽老却动听》。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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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是安徽的，对，我也是安徽的。如今我们早已经不同，还有什么还值得歌颂？谢闭上那些花灯树上的霓虹，还会不会有你的笑容？情歌虽老却动听，唱的是爱的声音，唱的是我的真心，唱的是你的无情。情歌虽老却动听，那些爱刻骨铭心，点点滴滴的真情，你深深首情歌送到桥墩里，送给大家，谢谢，感谢我同学哥啊。那个南瓜还在打 PK 吗？去给粉丝送下福利啊！去给粉丝送下福利。还在打吗？来连他一下。就是我大哥。家们给我新歌点点小红心啊！新歌点点小红心。新歌。限流了是吧？嗯，对，一没有人气就是限流。啊，花姐你好啊，你吓到我了，我找不到你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我因为让你感谢一下榜，我就挂了。那个大闸蟹是一个什么事情啊？现在是不是可以了？嗯，可以了呀，你输了，你送三份啊，三十只对吧？三十只，然后送一份是十只。嗯，对，对，送给你家的粉丝，让他们扣一波，南瓜，然后你就看心情，抽到你粉丝团里面的，你想抽谁你就抽谁。来，家人朋友们，是这样的，南瓜哥，等一下你去花姐的直播间购买三份大闸蟹。不是不是、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还是直接你那边，直接让我的家人抽到了，你那边直接地址直接发。不是。是你在你自己的直播间挑你自己家的粉丝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，但挑到了还不是要挑到了，你给他点一个关注，然后下播之后你的号去问他要地址，你要免费包邮送给人家，知不知道？好，我以为你在卖大闸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没有，我卖什么大闸蟹，我你早点说，搞得我简单小事小事啊，大闸蟹。十只啊，十只一份。我是要让你给你家粉丝送，不是我卖大闸蟹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以为我要卖大闸蟹的话，我第一个就送给你了，是不是？还要买什么？这个。所以就是误会了啊，误会了。来，家人朋友们，这样我把镜头往后挪一下，来帮我拿一下。一只要五公斤的，有五公斤的大闸蟹吗？有五公斤的奶，同一个。哎呀，这个我还真没见过。往后对，我看见大闸蟹了。我们家大闸蟹还有吗？没有了是吧？来，弄一下，你来专门做这个事情，啊。来，家人朋友们，现在我的镜头是对着后面的啊。咱们没关注主播的，咱们给主播顶个关注。对，加个团，加个团。啊。没加灯牌的加个灯牌啊！咱们榜一到榜十没关注的点个关注好吗？我们要准备抽奖了啊，家吗？啊，我们要准备抽那个字不要讲，等一下限流，真限流。咱们在直播间下吗？只需要打两个字，顶了榜一到榜十，顶了关注的啊，给主播顶关注的，加了灯牌的，打两个字，南瓜两个字，好吧？我这边数三二一啊，欢迎林先生啊，欢迎林先生啊。林先生也来了，欢迎林先生。我数三二一，我们直接抽，咱们打南瓜两个字，我抽到的家人朋友们，咱们只要关注了主播，加了灯牌，关注了对，加入粉丝团，加入粉丝团，送十个大闸蟹，好不好？明天我还跟他打。听懂了的家人们，南瓜打在屏幕上，三个两个字，好吧？来，赶紧打，赶紧打啊！打完了来我这边加团，明天我还跟南瓜打这个啊。
新加一个灯牌，新加个灯牌，加吗？新加个灯牌，没加灯牌的车奖车道的就不算了啊，加吗？就不算了。来啊，我数三个数啊，看着我的手是没有离开手，没有离开手机的啊。来，直播间说加吗？南瓜两个字打到屏幕上，我数三个数，车到谁啊？车到蛇，咱们车三份，车到谁？我们下播直接给你发过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三。二，加吗？咱们不够快，不够快啊，不够快啊！南瓜两个字打在屏幕上，好吧？我看了，不然的话抽不到这种啊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来，我看一下。那你拿着，你拿着。对，加吗？要加妥的。这位朋友，抽到了这位朋友，小声水定啊！我先看一下您啊，先看一下您。点开你的头像啊，看你关注的啊，有没有关注主播了？啊，关注了对吧？关注了。一定要扣南瓜啊，加团啊，加团。一定要扣南瓜啊！来，直播间说加吗？现在车到了，水深，小声水电，我同辉哥有没有五公斤的大闸蟹？这个不算啊，水小声水电你好，你没关注主播啊，这个不算啊，不算。啊。你关注了，关注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来，我已经关那个后台这个都跑那边偷的，都跑那边偷大闸蟹去了。我是第一次搞车奖啊，这样吧，第一次搞，我搞得不是很顺利啊，望大家多多体谅啊，花姐，我这个进度有点慢啊，没关系，你抽吧，抽完 了来我这边我再抽。啊，我抽完了一个了啊，抽完了啊，这样吧，还有两份，还有两份，好吧？来，前提关注主播，关注榜一到榜十，加灯牌，给花姐点个关注，好吧？来，我们直接数三个数，来，准备一下，南瓜两个字打在屏幕上，三、二、一，怎么又是啊？这个重复的不算了啊。啊，屏幕没滚动啊，还是水小声水定啊，不算啊，重了就不算了，好吧，重了就不算，屏幕滚得不够快啊，来直播间说家们打南瓜两个字啊，十个大闸蟹啊，咱们就车，好吧，来我再数三个数，咱们重新车啊，刚才车重了就不算了，好吧，三、二、一，来看一下。身体好才健康，身体好才健康，看一下啊，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关注主播，有没有关注榜上的哥哥姐们了啊，关注了主播啊，关注了啊，有没有加灯牌了，身体好才健康啊，来记下来，身体身体好才健康，问题他没加灯牌啊，不算啊，你看他没加灯牌啊，没加灯牌就不算，就不算，来家嘛，咱们一定要记得给主播点关注，加个灯牌啊，咱们再车，好吧，咱们再车，咱们加很多新朋友，谢红中，感谢红中，还不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啊，来我再数一次啊，咱们加个灯牌，打南瓜两个字，车十个大闸蟹，好吗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我头一个还是没加灯牌啊，不算不算，还是没加，咱们能不能先加个灯牌啊，这样游戏有游戏规则是不是啊，加入灯牌、啊、咱们还有两份啊，来我数一下，重新来，你那全部都是加灯牌的，你怎么点一个没加，点一个没加，你搞你我也是闭着眼睛点的，我没办法，我花姐我跟你说，我家新朋友比较多啊，那个他们不太会玩游戏啊，点咱们都带一下吧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你这支持青阳，你这一边你这一排点下去谁都加了是不是，支持青阳，谢谢鱼啊，感谢鱼啊，谢谢鱼啊，关注了啊，支持青阳，那个关注一下支持青阳，第二个来，家们完成了第二个啊，南瓜女秘书这个号等一下私信就行了，给你送来大闸蟹，好吧，最后还有一份，家们
最后还有一份，来直播间说加吗？加个灯牌给主播，加个灯牌啊，给主播顶关注啊。来，我再数三个数，咱们最后再抽一份，我们就完了，好吧？来，南瓜两个字打在屏幕上，不要停，好吗？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天地一斗，有没有加灯牌？加了啊，加了，来。终于抽完了，我他妈三个大闸蟹搞三十只大闸蟹搞二十分钟。这个很那个滑稽、啊。加灯牌啊，加什么加灯牌？他没关注主播啊，问题。他没关注我，哎，怎么可能？灯牌都加了，怎么可能？来，我关注一下你，天地一斗啊，加了灯牌，可以了，我都抽完了。啊，抽完了，可以了。啊。来，接下来大家听我说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搞抽奖啊，从来没搞过，搞得有点慢啊，有点慢，大家多多体谅。我这边宣布一下，好吧？等一下，这三名中奖的人，等一下这三名粉丝啊，这三名粉丝，大闸蟹从我这啊，给我发来给我。来啊，家人朋友们，我说一下中奖的三个人啊，等一下我给你下播了啊，给你寄来十个大闸蟹啊。对，天地一斗，咫尺天涯，小生水定啊，三个人、三个人抽到了，好吧？感谢大家的参与啊，一场互动游戏啊，一场互动游戏。好了，我这边抽完了，花姐到你抽了。我抽完了。我这个，你怎么这么快呀？我想问。我挂了之后，我就给家母搞一波福利了。我要像你一样的这么墨迹。哦，我很少搞这种东西，这个对，每个人来半段歌曲吧，好不好，南瓜？啊，你先来嘛，好不好？我先来哈，你抽奖累了，我唱你。三二一都喊一。来，与你到永久DJ 版的。嗯。他累了啊，让他休息一会儿啊。等一下，把所有抽的地址发给我，发给我就行啊。好。来，家梦，我们扣一波花姐，好不好？扣一波花姐。加入粉丝团。风儿轻轻地吹，雨也绵绵下个不停，望着走过的脚印。崎岖又平静，看着你的眼睛，我最熟悉的表情，一路上有你，因为有了你，人生旅途不再冷清。迎着风，迎着远方的天空，路上也有艰难，是我生命中的所有，将我的心放在你手中，陪我到永久。谢我同一哥，家人们想吃大闸蟹的给大闸蟹榜一点点关注，给我同一哥点点关注，伴奏太大了，对，家人们给榜一点点关注。轻轻地吹，雨也绵绵显示你眸，怕我说的太晚，让你如此的承担。面对岁月的河，对你已经无法割舍，我是爱着你，深深爱着你，至少属于我们俩的歌。迎着远方的天空，路上也有
感谢感谢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哇，谢谢、谢谢。让南瓜来一段吧。我来一个情歌虽老却动听啊。好嘞，可以。我来一个花姐的歌吧，好吧。来，这一首情歌虽老却动听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咱们没关注我们花姐了，互相交个朋友，知道吗？好吧。好的。来吧。好的，家人们点点关注啊，相互点点关注。加入个粉丝团，明天晚上再送大闸蟹啊。不管风雨淋湿我的心，不怪岁月蹉跎你的情，纷纷扰扰走过的一程，多少恩怨都已化成风。如今我们早已经不同，还有什么爱值得歌颂？那些花灯初上的霓虹，还会不会有你的笑容？情歌虽老却动听，唱的是爱的声音。哎呦，远方哥，谢谢我海蒂。唱的是我的真情，唱的是你的无情。情歌虽老却动听，那些爱刻骨铭心，点点滴滴的曾经，一闪闪烙在我心中。好，就搁到这里吧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！家人们给南瓜点点关注啊，南瓜点点关注。行，我就走了啊、我这边还有节目。好的，花姐，耽误你很多时间了。好好好，明天晚，明天晚。好, 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记得大闸蟹要去哦。来，下播就解决，下播就解决。好，谢谢家人们一直在扣小鸭上一首，来，小鸭来了啊，家人们让小鸭上啊，好不好？你们想听什么歌？小鸭上来，小鸭跟你们互动一下，我上个厕所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小鸭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花姐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花姐上个洗手间，来把一首《逃之夭》送给大家。来，家人们点点赞的好不好？嘿，来，家人们小张张点起来，上一上人气。小张张往600万上面捞。突然选择逃跑，没任何预兆，是不是我太渺小，还是冲而跳？我整边天都会跳，胜过一了百了，昨天你还在你怀里还能笑。谁把你心偷跑，美梦全碎掉，我像个跳梁小丑，才左顾右瞧。我以为我能得到，你以为你是最好，我掏出真心却换来守护煎熬，一颗赤裸存在，空无一人街道，疯了一样寻找，苦涩控制不了。到你超级遥遥，不知到哪去找，留我独自预料，爱的太过可笑，恍惚之间看到，直到天涯海角，一切都是徒劳，过眼云霄。话筒声稍微大一点点。喜欢的家人们点点赞好不好？ Come on！ 你突然选择逃跑，没任何预兆，是不是我太渺小，太恃宠而骄？我整边天都会掉，想过一了百了，昨天我还在你怀里笑。谁把你心偷跑，美梦全碎掉，我像个跳梁小丑，在左顾右瞧。我以为我能得到，你以为你是最好，我掏出真心却换来毒药。你超级遥遥，不知道哪去找，
谢谢谢谢。我觉得这个风扇一直对着我吹，这么快。家人们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家们小鸭加油！哎，问你们还要不要听？好不好听？这首歌我还不会唱呢。陶醉悠悠，我不会唱。小鸭挺厉害的，小鸭，你什么歌都会唱。胡小鸭的丫头片子，对，丫头片子，丫头片子唱的挺好的吗？丫头片子，谢谢谢谢啊！给我唱掉几百人，唱掉了是吧？唱掉一个都找你算账，我告诉你，掉了吗？掉了几个人，跑了几个人，现在七千八，能不能给我唱到一万人？唱什么歌能上人呢，家人们？唱什么歌能上人？唱什么歌能上人？爱的迷魂汤能上人？爱的迷魂汤是吧？行，你会不会唱？我会啊。你的歌我唱的最多了，是吧？嗯，给我腾辉哥唱一首歌，我腾辉哥喜欢听，来唱一首什么歌？我想一下啊，刁难刁难小鸭啊，好，忐忑，忐忑，忐忑会不会唱？忐忑我会对口型，对口型，那换一首吧，换一首，不能太为难他了。爱的迷魂汤行不行？爱的迷魂汤可以。家吗？直播间8100人了啊，上人了，能不能让爱的迷魂汤上一万人？上一万人就唱第三首，唱上不到一万人就下去。花姐，你站在这儿就能上人，知道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站着半天了，都6000多人了。家人们，看看能不能上一万人啊？爱的迷魂汤嘛，啊，迷魂汤是吧？啊，爱的迷魂汤，大哥都跑了，跑不了。你给我幻想爱的迷魂汤，让我唱这一首花姐的爱的迷魂汤送给大家，来，我们叫我们上上人气好不好？点点唱唱，嘿，嘿嘿，多少次幻想，多少次奢望，爱就要死心塌地赌一场，笨拙的手掌紧紧抓住不能放，心甘情愿跳进这一张情网，天空下着霜，醉在马路上，谁能陪我喝一杯到天亮？破碎的眼泪每颗都是冰冰凉，就连伤心也是你给的宝藏。你给我灌下爱的迷魂汤，让我死去活来忘也不能忘。有钱人了，当我喝下这碗伤了心的汤，数着眼泪夜夜寸肝断肠。你给我灌下爱的迷魂汤，从此颠倒黑白赋予顽抗，为你喝下这碗心的汤，甘愿痛彻心扉，遍体鳞伤。嘿，嘿，看来我直播间喜欢小鸭的还蛮多，对不对？谢谢花姐，好不好听啊？谢谢。喜不喜欢小鸭？喜不喜欢小鸭？小鸭，行。喜不喜欢？喜欢的话扣出来。天空下着霜。醉在马路上， Come on， 谁能陪我哼一杯到天亮？破碎的眼泪每颗都是冰冰凉，就连伤心也是你给的宝藏。你给我灌下爱的迷魂汤，让我死去活来忘也不能忘。当我喝下这碗伤了心的汤，数着眼泪夜夜寸肝断肠。心扉遍体鳞伤，你给我灌下爱的迷魂汤，让我死去活来忘也不能忘。当我喝下这碗伤了心的汤，数着眼泪夜夜寸肝断肠。你给我灌下爱的迷魂汤，从此颠倒黑白赋予顽抗。当我喝下这碗心的汤，但愿痛彻心扉，遍体鳞伤。但愿痛彻心扉，遍体鳞伤。我
想问一下，好听吗？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，现在9000多人了，还是没有到10000人，怎么办呢？咋整啊？这咋整啊？谢我们花果，谢我们花哥啊，谢我们花，不仅仅好听，长得还好看是吧？太喜欢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他可是有抖音号的，他的抖音号叫胡小丫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叫胡小丫啊。是的，家人们给胡小丫点点关注啊。他没有开播，他这两天在来我这边，对，暂时没有开播，然后都在我这边玩。然后你们没有关注的可以搜索一下胡小丫啊，有可能他会加入我们的团队，有可能会不加入，我也不知道、啊。加，必须加。然后你们给胡小丫点点关注啊，叫胡小丫，他有两个号，一个是30000，现在他目前直播的号是30000多的那个。三万多，对，就那个。30000多的那个号啊，家人们可以搜索一下，给大家点个关注啊。然后想听小丫唱歌的，再来一首啊。想听小丫，想，外星人大哥来了吗？新歌来了吗？外星人大。